我们要准备出门去爬山。Sherry 来了，好，我们到齐了，准备要出发，往步道的方向走。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要去爬四寿山。哦，这上山公园有一个好大的广场，小朋友的游乐场，很棒。这个也太小一个位置了，还有，而且它有踏板呢，应该是小朋友的。你看它这踏板在桌子上面，嗯，后面也有，可是前面看起来比较恐怖，它不会挡到人的视线，它应该是带小朋友的。哇，充满挑战的步道，我们现在要来走象山步道。这象山步道每一个阶梯都很小格很小格，不高，可是它真的很陡，很陡哎。上山这边这么陡，没有来过，超级陡的。真的也是这样吗？对。好陡，好陡。象山。哇，101就在眼前，然后旁边比较矮的那一栋上面是游泳池。哇，好棒！真美。但是这个才是刚开始而已吗？所以动作要快一点就对了，快一点点。好，我们刚刚有热身的，等一下应该可以快一点点。好，继续往上，要到六巨石道。好，继续加油。所以就是这六个大石头，六个大石头，这叫六巨石。再来上拇指山，一年。是在哪边？中间，象山的中间，这里才是象山。啊，所以要回头了吗？那边六公里。那你刚点？所以去拇指山会很久吗？会，但是拇指山就回不来，什么意思？啊？那真的要去吗？那真的要去吗？拇指山现在几点？他写30分钟会到。哎，好了，好哈。好，会到拇指山是会到啊，可是前面还有往上的路啊。好，走 ，Go。坡路段，开心的下坡路段。虎豹狮山比较难，还是比较简单？所以真的是要去拇指山吗？那虎豹狮山呢？爬完山可以再绕回去。走得完吗？哦哦，吃饭来得及吗？哦，吃饭来得及。好，攀山啊，我看不要吧。我没有那个，没有那个本事。这就是六张里面的碧翠山庄吗？哦 ，OK， 好。好，然后呢，还要带你去吃孔家宴。哦，山东哈，孔子的故乡。嗯哼。
所以一定要去一趟，对不对？将来有机会。指山方向还有20分钟，跟着路标走就对了。你看往西南方向是往明指山。啊？怎么会这样？让他觉得很累，就休息了很久了。啊，所以你们到底在哪里？所以你们一直在我们后面吗？啊？真的？那你们后来是去哪里？为什么我们会没看到你？所以你们走了另外一条路上去。嗯，好好，这是凤蝶，真的，它看起来还是活着吗？还活着，不然它一定会被人家踩死。对，会被踩死。这个很漂亮，好漂亮哦，这是一只很漂亮。我不怕毛毛虫啊，不是还好。拜拜。我们中午是吃那个7-Eleven 的那种饭，握寿司那一种，握便当，超级抖啊！加油！我们现在在爬魔鬼阶梯。超级魔鬼的魔鬼阶梯，真的是太累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这个很陡哎，这个超级陡的，整个有点在斜着上的感觉，加油，加油！应该快到凉亭了，加油！加油！有多近到一步？对啊，刚刚只有到这里。对啊，好可爱哦！真的。走小路上去，为何？上去就知道为何。好 ，OK， 好，不会滑还好。这里怎样？啊，我看到绳索了，有啊。我看到了岩壁上面有绳索，我们是要来野外求生吗？真的吗？还好我今天穿这双鞋不然很糟糕。可以啊，你要不要也上去？我帮你们。那边是一条小路，上去就是山顶。要啊，对啊，倒着下来。还有一段哦。哇，这边视野好棒啊！上到上面岩石了。我们现在爬到石头的高点上去。
现在拇指山的山顶323公尺，象山是吧？183，183，要直线过去，上下上下。直线过去可能要从这里做个吊杆。那个另外一位请要移动，不然你一直在那个位置。快点快点，人家要上去，要给你压力。慢慢来，不要跌倒，不要跌倒，不要跌倒。其实你大概如果下来的话，可以的话你可以背对。阶梯又来了，刚从拇指山下来，现在要上九五峰，继续努力，加油。阶梯真的是累死我们了。所以已经到了吗？还没啊。啊，你到的时候会看到九五峰三个字。那什么时候才会到？这边就是虎豹石像。像是最大坨的那一虎豹石像。啊，为什么我们刚刚不走虎豹石像？说要跑。啊，我是口误。队长果然是钢铁队长。我以为他让我们休息3分钟。好多这个花，我不知道是它的名字，有毒就对了。来，就是这种毒。哦，有绳索。不行了，你们不要认真考虑花。他说他有生意拆除了。男生一拆除，而且人家都是从下面上来，哪有在下去的啦？所以我们到山到九五峰上还要多久？3分钟，好。所以我们已经达到最高点了，海拔375公尺。对，到最高点了，所以接下来都是往下了，还不是。就是还是有上上下下就对了。OK， 好，加油。我们现在要从九五峰开始往下要回程了，所以我们走了象山、拇指山，然后九五峰，太厉害了我们。小心小心。但是现在好像就没有了。风量吹下来会落下。对。他都不动哎 ，Hello， 哎，终于动头了，可爱呀、啊！然后这里面是福寿园，我们现在在往山下走，在赶路了。因为等一下要去吃饭，顺便看一下，觉得还有我们现在多远、啊？我们现在的位置，然后呢？它这么远、啊哦，这样很近哎，你的中华公专在这里。哦，好，所以这样子20分钟会到吗？我现在应该可以哈。那我们不就会走过釜山吗？釜山吗？不会吗？
哦 ，OK。好。所以没有想的那么紧。对，而且是不休息很努力。哦。所以以我们这么不努力的状态，将近三小时。哦，真的吗 ？OK。这是虎山步道，我们接到虎山步道来，油桐花，好漂亮啊！看着在那边，对呀，很美，真的有点像雪景。哇！这样是酸，对，开心。我们走了三个多小时吧，走完了象山、拇指山，还有九五峰，然后现在从虎山的步道要下到松山。Yes。四寿山市民森林，嗯，所以从这边上去，然后就是可以爬四座这样。我们下来了，现在准备去搭车了。我们刚刚坐了公车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接捷运。到永春站了，赶快进站。